什么便宜啊？这都是天桥。你他妈还没说什么北京人？操你妈！你他妈还站着？他妈的，你他妈嘴干净点！你他妈也是外地人，我告诉你。都他妈是地球人，装他妈什么装？北京人怎么着啊你啊？也不一点公共场合，别他妈自私点点的啊！我告诉你，看他妈老子他妈跟你再见，操你妈！Please get ready for your